首局比赛呢是由并不梁景坤和严汉其实都不是特别陌生，当然梁景坤也是近几年也是突然冒出来了一个这个势头很盛的一个信息，实际上就是去年代表咱们魏乔的时候，他拿了好像是连拿了五个两分世界冠军，对，就是从那一下就冒出来了。有的时候这个运动员也是，因为你看他这种超级联赛当中的这种历练，对他这种技术的迅速提升，而且你看现在梁景坤现在就是好像一下在超级联赛当中这个身价倍增，他现在排在第一，你按照这个现在得分，他现在排在马龙范振东前面，而且之前在和齐指导交流的时候也我们也是说这个梁景坤当时的时候是樊振东处于一直连胜状态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樊振东的连胜给终结了。他的就是力量足，对，力量足，这个正选手，这个力量持球特别深。对，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这个持球的那个深度啊，就像原来咱们说，原来一个叫刘国正的，现在是男儿队的主教练。对，啊，有的是算什么这个传奇的，就是七个赛点嘛。对，他的那个正手拉球，包括正手反拉弧线球的那个持球，确实是让人感觉到这吃的那个海绵里边去了，能感受到底板的作用。就他这个就有点，就是拉球质量高，对，就是质量高，有劲儿。你看长得是吧，说是那个范振东是小胖，他叫大胖，不知道谁给他起的，我看网上也是都是大胖，你看他的技术质量明显的，对，明显的高，对，而且那年的时候确实魏乔那个整个这个团体的阵容啊，其实就是以梁景坤为主的，基本上，而且这个梁景坤哈，梁景坤的主管教练你知道谁吧？就是咱们原来山东鲁能的教练，以后到了国家男一队去当教练的马俊峰教练。他组里啊，我知道的啊，这个梁景坤，他前一段时间来也有的时候也是来督促他啊。再就是还有一个叫周宇的，周宇啊，八一队的周宇啊，这都是他组里的队员，这个队员就是现在就是在超级联赛当中，就是咱们说，就是这种崭头露角也好，或者是有一种马上就往上，如日中天的那种感觉啊，上升势头非常非常猛，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些教练，他都是这个主管教练啊，主管教练都看自己的队员嘛。我看谁，马尔岛前一段时间也是到这里来，包括看周宇啊，包括看梁景坤啊，包括秦志坚教练，秦指导也是来，他的主管队员是马龙嘛，他也过来，来了两次，都是因为国家队他还有一些整体的，就是对这些重点队员一些跟踪，确实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质量高。这个虽然看是一个拧了，但是现在严和他打下风。对，咱们说啊，就是从士气到整个的技术相比的话，严的技术质量也很高。对，但是严呢，稍微有和他比的，就是两个人技术质量都很高的情况下，他比严安还要高。是啊，而且呢，他的技术呢比严还细，严呢一些技术上不够细腻，有点粗糙，所以他就比出来了啊，比就你就感觉就是马上你再看成绩也是干什么，包括梁景坤他能战胜这些，就是打破范振东的不败的精神，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为什么能赢这些人啊，他肯定对吧，包括今天如果能打到第四场，对啊，他和马龙我们在这分析啊，咱俩在这里说啊，包括观众朋友，对，我觉着不敢说七三开，最多六四开，对，就是马龙是六，对，梁景坤四，但是这里边的变数很大，是因为现在呢梁景坤他已经通过这个战胜这些强手，他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自信，确实有
也确实有东西啊，对，确实有东西，要没有东西人也能排名第一嘛，对啊，嗯，你看健壮如牛，你看多，你看真是大胖，真有劲儿，你看这个你打出去的球啊，就咱们说这个就虽然夹着旋转，它有点弹射的那种感觉，你感觉突然弹出去那种感觉，嗯。他现在就灵活性上稍微受一点影响，特别是在中间辽宁非常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调节上稍微显得慢了一点，哎，中间这个部位，哎，你看第二局啊，那边那个谁呀，魏桥队的这个尹霄教练，他肯定让他打多打他追身，不管是下线球也好，上线球也好，你看前面这两个球都是梁金奎的中间，梁金奎中间以后啊，他有的时候他转换，你看这个光打反手，你看这个质量了吧？对，你看是他和范振东啊，我就说他能赢范振东，他不是假的，对，哎，那不是蒙的，他真有质量，嗯。这个球拉上基本上又得分，这贼转拉的。加油！而且整个的乒乓球的趋势啊，从原来那时候打球的话，都是这个正手使用率和反手使用率啊，都是达到了73分。嗯。比如说好的运动员的这个男子运动员的这个正反手使用率的比例，但是现在来看，好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反手好，其实已经是不可或缺了。现在嘛是和原来啊。就是我自己感觉啊，自己的看法啊，就现在看现在乒乓球，原来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特长突出，没有明显漏洞，对，啊，完了以后技术全面这几句话，但是现在看呢，这男子技术，就是你八面进攻里边，你要现在想打高水平的话，从目前的趋势看的话。你不单要有强大的正手，而且要有更强大的反手。是啊，哎，你看，包括现在这些新生代，都是反手特别强大。对，包括你像这个台内球的拧拉，包括这种，你看这种球，这种球过来以后哈，就是这种反手的强大。你现在光是到最后，在原来是，哎，这个制造完机会到最后解决问题，全部就是靠正手。靠正手。但现在不这么说。对。现在就是正反手都要有，而且反手的那个必须得比正手更要强的。所以说他就能干，哎，原来是男女不一样，女的呢原来是你反手好，正手稍微柴一点或者稍微差一点，你也可以打高水平。包括张怡宁的正手，你看他的来，稳落点啊，速度啊，哎，对，反手特别好，哎，一般都反手好，包括王楠也是，哎，都是这种。但是现在慢慢变得，女的也不一样了，女的也有好，也得需要好正手，但是反手呢还是很重要，因为反手。女队来讲的话，反手一说的话，反手是家，要把家看好。对。你包括现在朱雨玲也是反手特别好。是啊。但是男的不行，男的这个反手，你看这个反手，看了吗？漂亮。这反手，就这反手。加油！所以乒乓球技术啊，这个革命性的这种，还是这些年变化很大。对。特别是这个塑料球。是啊。带给乒乓球的一些东西，第二局延安拼的不错，对，延安嘛，他主要一个什么？延安实际上他技术质量相当高，延安就是他要有的时候发挥不够稳定，对，哎，用那有的时候我听他们在聊哈，就说延安的情况就是硬件很好，软件不稍微差一点，就是软件还不太够，哎，那需要再磨练，就是说你算球啊，哎，你记球啊，然后完了以后你那种。哎，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哎，那种调节啊，他稍微差一点，哎，你看这种球不该丢，是吧？当然，对于梁景坤来讲，现在正当年。刚才我们一看，梁景坤是1996年10月20日的人，也就是说，梁景坤刚，这是二十，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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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整。
其实这是未来之星的，哎，这也是未来的主力之一啊。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他现在就是正当年。对，啊，你看这个男孩子也出成绩，对，啊，基本上就是在22岁左右，是他们最佳的年龄。对，啊，年龄，对，啊，在22岁左右是他们最佳的年龄。对，啊，他现在就正好就是那和那花骨朵一样，正好往外冒的时候。对，啊，哎，马上就结果了。如果他这种势头走下去的话，你我们两个再设想一下啊，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想，2020有戏吧？有戏。三个人。对。你就先看超级的乒超的成绩，我觉着，嗯，真是可以，不能说是他干什么，但是有力的争夺者。对。这是指令，是吧？看着他的成绩摆在那儿了，是啊，这乒超现在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赛事之一，对，最高的了，没有超过乒乓球的水平，谁超过超级联赛的水平？嗯，啊，这个时候霸州海润队也是教练员，这个李指导，李指导李振山，哎，对，也是给梁靖昆教。你看，演员就是这种，我说的就是这个细腻，技术的细腻东西。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首先是由延安发球。第二局对延安来讲是个机会，是吧？比分也比较接近。对。这样2-0，梁靖昆领先以后，延安，有可能第三局啊，完了以后延安再追一下。一般情况下2-0领先嘛。这个领先者都稍微松一口气吧。对，嗯，估计能第三局能掐下来。嗯，哎，这个球是机会。嗯，漂亮。好球，这个跟进的啊，下边上跟进的太快了，啊，不错，延安这个开局开得很好。好，4-1。哦，这个球。可惜了这球，嗯。当然，其实梁靖昆啊有这种独挑一个对大梁的这种机会，也是很幸运的。对，因为现在其实每个队啊，其实如果你想在平常哪一个队想独挑一个大梁，其实锻炼价值是当然是非常大，但是是很难的，有这种机会的。对对对对。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人生也是一样啊，需要机会啊，对吧？你像机会，有的时候咱们说，很多国内的球员到国外去，去再打球，去寻找第二个舞台。对。实际上说白了，他就是寻找那个比赛的舞台。对。在国外水平低啊，他可以去寻找比赛的舞台，他可以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你在国内。水平这么高，有些人就没有比赛的机会了，没有参赛的机会了。是。嗯，所以好多说是，干什么？实际上我觉得，运动员就和唱戏的一样。你说你不让他上台唱戏了，那就失去他的价值了嘛。对。你包括现在梁靖昆，常常上两下。对。常常拿两下，慢慢的越打气越足，越打水平越高。你别再对运动员处罚，最害怕运动员最害怕什么处罚？停赛。停赛，对啊。那停赛半年，停赛一年，完了。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这个运动员，这个比赛对运动员来讲就是机会。所以说运动员看着比赛是机会呀。
服，这球漂亮，质量非常高。嗯，这个时候卫校队也是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从这几个球，刚才看咱们在刚才这几个就是梁靖昆扳回来，我们一看梁靖昆这个球，确实他能拿到现在平昌单打胜利第一啊，不是一个侥幸，不是侥幸，不是侥幸，嗯，啊是，嗯。偶然性是在必然性的基础上，你让中国足球上就出现偶然性的不可能的。对。这延安这个球衔接的好，拧拉完了接正手，衔接相当流畅。嗯，他就失误。这个是发衣服上了，应该我看着。哎，年我觉得应该能赢一局，应该能赢一局。哎，赢！你看刚，你看刚才这个梁靖昆就比原来明显的看出这种水准高来了。刚才你看这个球突然放慢节奏，对对对，因为他拧拉过去以后，原来拧拉过去，他放慢节奏，然后来讲来一个慢拉。嗯，就这个明显的，他去年的时候这种球啊，他不这样处理，就说你看这种，嗯，你看这个吃球这下多狠呀、啊！是啊，吃球真深，全吃到海绵里边去了。9-7领先，延安这两个刚才两个发球也是没有很好的把握住机会啊。嗯，我就说他有的时候就是也能打出好球来，但是也确实有的时候打的球啊。让人感觉，你看这刚才这颗球打得多好啊！对，九平打的这颗球，这就来讲超一流。但他有的时候，就是那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尽力了。对，嗯。好，延安拿下一局。这个孩子几乎就是，嗯，闷葫芦，一点不说话，嗯。但是心里很有心劲儿，很有很有心劲儿，哎。很努力的，对，嗯，让我们啊继续来看一下第四局的比赛。嗯，发球真狠呀，发球，嗯，你看这发球，嗯，这是多转的球，对，看在这个位置，他看得非常转，死转死转。嗯，这位数在中间没调过来。嗯，漂亮，明显你看这个力量。加油！反手太狠了。嗯，反手太狠，但是你也不敢轻易给正手。对，你给正手，毕竟正手就还是正手啊，是吧？你还是觉得反手干什么？哎，而且梁靖昆这个正手接发球，嗯，他这个接的非常好，他全是那个上升点的那个，他那个搓的特狠，对、啊，快，哎，又转，手有劲儿，手有劲儿，手真使劲儿。你看，包括他发球，你看一下啊，他的手。多狠啊这球，哎，就明显这个转速，对，转速一分钟，咱们说原来说那打球打那个原来那个赛露露那个球的时候，嗯，说这个转速很强，最强的那个旋转的时候，嗯，基本上能达到一分钟就是140转，哦，嗯，40转，要是说你能达到100转，那就相当厉害，嗯嗯，他这个我估计真差不多有100转了，这你看这种拉球非常的，对。嗯，有劲儿啊，嗯，力量是基础啊。延安下风，对，嗯，尽力了，啊，尽力了。嗯，没办法，不知道。加油！加油！
所以现在梁靖昆还是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他有的时候就腰啊有点粗，在有个调节上调就体重大，他又调起来以后，就相对就是说还需要再把这个再来调节再练一练。他中间这个部位上确实有一点，这个球就是调的慢了，哇，你看延安这几个球啊，这几个球就是那种真放开了以后，他能打这些很高水准的球。你看这球劈长劈的多好。有的时候看严打球啊，还是特别希望他能打好。你知道为什么，小杨？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严他爸爸叫严永国，是就是北京带女队超级的那个教练。所以他是教练员的孩子。咱本身咱都是教练员出身，就特别希望教练员的孩子能打好球。对。我给他有的时候也就是在饭桌上有的也给他讲。有的时候来讲特别希望他能打好，这孩子也很努力，很有礼貌，这个是按说教练员教育孩子对这个队伍的这种队规啊都遵守的不错。对对对，因为他你本身你尊重教练员就是尊重你爸爸，对吧？对啊。好球，好球，漂亮！加油！这几颗球打得不错。对。梁靖昆在7-1，好像7-1领先吧，6-1领先的情况下，这来被7-1吧，然后7-1打被打到7-3，然后后面两个运气球一下7-5，所以说这个8-6，对，看有点好像在上面有一点，这个球还是有一点反复的，对。拉的真转，这球你看拉的真转，看着不起眼，但是你内行你能看出来持球真深，拉球真转。这样的话，梁靖昆就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这个球不好打啊。当然对于梁靖昆来讲，其实魏乔主场上一个赛季我基本上都在这儿，当时的时候感觉打上一个赛季梁靖昆都没有喊几次，他就是闷啊，对，就但是他心里喊。